原标题：央视名嘴尼格马西调侃200级嘉宾引争议位置，说话没分寸太过分。央视名嘴尼格马西调侃200斤嘉宾引争议位置，说话没分寸太过分。近日，央视知名主持人尼格马提在其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中，对参演嘉宾的身材体重进行了多次调侃，引发众多网友的不满和声讨。据悉，这档节目的内容是有关于意志闯关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，都是些为了圆自己的家庭梦想而参赛的普通老百姓，引起巨大争议的这期节目主题是胖胖惹人爱。参演嘉宾是一名超过200斤的男性，在节目一开始，参演嘉宾因思考闯关题目，用当当当的声音哼唱题目曲调，结果被尼格马提调侃道：“你当当完了没有？”接着，在这位嘉宾给大家表演如何用身体展现水的流动感时，被尼格马提调侃为“你一肚子油水”。最后，又在这位嘉宾模仿台上表演拉丁舞的两位舞者的舞姿时，被尼格马提调侃：“我特想给你来一脚。”这期节目一经播出，立刻引发了部分网友的不满。有网友称，参演的本来就是普通人，结果直接被说一肚子油水，嘉宾的笑容都凝固在脸上，主持人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但也有去到现场的观众解释道，现场氛围很好，小尼是非常专业的主持人，大家也都知道是玩笑，并不会当真。实际上，尼格马提作为主持人，在央视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，在这期间更是主持了超过十余档综艺，搭档撒贝宁、朱迅等人的节目更是备受好评，获得了大批长辈的喜爱。生于80后的尼格马提，虽然在央视还只算一个年轻主持人，但却已经连续三年登上春晚的舞台，可见其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。有网友认为，